他就喜欢玩那个，刚满三周啊，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就喜欢玩锅，很小就喜欢看锅，死活就哭。那时候刚五六个月吧，五多月，死活就哭哭哭哭，直到后面哄不醒，哄不停，完了以后就把那锅给他拿着了，然后就开始乐了，就不哭了。然后后来我们就发现，哎，这孩子喜欢锅，别的玩具，玩倒也要完了以后一会儿就没有锅这么长性。家里面现在开了饭店，然后他从厨房里面要就厨师师傅就给他了，没有教，这个真没有教，我们的师傅都不会这动作。觉得挺好玩，现在小的时候玩，长大了以后不一定就干啥了。